大家好，我是馋姑娘。哥哥家呢，他们没有油吃，就买了一个猪来宰嘛，然后就大家分一点，他们出劳力嘛，我也要了一点肉。在那里呢，他都已经把我弄好了，我拿回来呢，瘦肉放冰箱，牛肉拿回来拿炼油。这个油我还抱不动，只你他给我抱过来。这里应该有十多斤吧，油有十多斤，我拿来切了，把它炼成油。它里面还是挺宅的，这油这桌子上油放着，我把猪脑放到那边去切。这个是看得很好的，应该是奥德莱油，因为平时买油如果好的那种的话就奥德莱油一点。现在呢，先把它改一下刀，切小块一点，这个的话就切两半，这一小块呢再分一半，然后把它切成小，切成这样的小厚的方块，就是把那个已经弄好了吧，我拿回来切的话就好切。小块的，哎呀，对啊，大块的没有看到像还得买的。